非洲联盟透过推特宣布暂停布基纳法索的会籍，该国在一个礼拜前发生政变，西非和联合国的特使正准备同军政府举行会谈。美国内华达州发生六车相撞事故，造成九人死亡，一人情况危殆，死者包括司机。警方正在调查司机在闯红灯之前是否撞到其他障碍物。英国首相约翰逊收到了有关首相府在新冠疫情期间举行派对的调查报告。加拿大货车司机星期日在首都渥太华举行抗议，反对要越境进入美国工作的司机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亚洲部分地区连续第三年在新冠防疫限制下庆祝农历新年，2022年是虎年。